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另外先来讲这个钟阿罕的大因缘经啊，他一样说到缘起甚深啊。他说阿难有一天啊，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打坐啊，那么心里面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说这个缘起啊，非常的奥妙啊，那非常的深，要去知道明白啊。那么知道这个缘起啊，那么也要有甚深的智慧才能够知道。那一般来讲啊，就缘起甚深。然后如果讲明的话啊，因为明啊，基本上是跟着无明讲的啊，那基本上就是你把无明断尽了，那其实就是涅槃了啊。那其实这个话一样是，那么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复甚深啊，亦甚深。好，那么就是你要明白啊，你要这个缘起，然后证得涅槃啊，把无明断尽。那么当然啊，就要更甚深啊，因为缘起证出果而已啊。那么把无明断尽，他证阿罗汉了。难我观见啊，不过我才看这个缘起，自浅自浅啊。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啊，那么因为阿难其实如果这样讲，他已经见缘起了啊。那已经知道的人就觉得、啊、也没那么深嘛。他为什么？他缘起就是世间的现象嘛，你没有看清楚而已嘛。你看清楚，他是如是如是的道理而已啊啊。所以他就觉得啊，自浅自浅。所以他起来就去跟佛讲啊，就去跟佛讲这件事。讲什么呢？就说佛常常说缘起甚深啊，但是我看缘起也没那么深啊啊，就是这样啊。那世尊就跟他讲啊，就把这段话再跟佛讲。那佛就跟他讲，你不要这样想，说阿难啊，你不要这样想，这缘起非常的深啊，甚深，名亦甚深啊，涅槃亦甚深。那么于此缘起不知啊，就是你不晓得这个世间其实是缘起的啊。因为什么？缘起的就是无常的，缘起的就是无我的。那么我们就是无常执为常，无我执为我啊。一件事情它已经产生变化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一件事情已经产生变化了，我们不甘愿它这样变化啊，那么我们一直没办法接受它这种变化。那因为它已经变化，就是因缘和合具足了，它才会变化嘛。如果因缘不具足，它不会这样变化。而且从缘起的理则上说，它一定是无常的，它一定是会变化的，它一因带缘而起的嘛。就好像人出现在这个世间，是依因缘来的，依业力来的，业力的因缘来的，它一定会因为业力的因缘而走。但是来的时候你欢喜，走的时候你不甘愿，或是你有钱也是依你的福报跟你的努力，你的善根、你的善缘、你的善业，让你一直拥有这样的幸福。有一天当幸福不见的时候，你不能接受。那你要知道，你的幸福既然是依因缘而有的，那么当因缘消失的时候，它必然也没有。那么你要让它持续，你必须得让那个因缘持续。就好像火在烧，你进去烧火的时候已经热了，可是当木材烧完的时候就没有火了，你不能接受。你要让一直加热，你必须要一直添木材才有办法啊。但是你没有啊，你不去观这个缘起，所以你对本来有的幸福消失了，你不能接受。本来没有的痛苦忽然间出现了，你也不能接受。可是你要知道，不管是已经消失的幸福还是突然而来的痛苦，它都是什么？都是缘起的。所以你必须去了解它的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消失，如何消失，我怎么样把它找回来，有没有办法找回来。那么有一些是不能找回来的，有一些是可以的啊。因为缘起基本上就是它没有无我，就是它不会一定是这样。它之所以这样，都是有各种条件配合的，你必须让条件存在，那么这个结果才会存在啊。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你对于世间发生的一切现象，你都会接受。你都为什么？
他之所以这样献起，有他必然不得已的原因，就是必然一定要如此献起的原因。你可以改善他，你可以改变他，或不可以，那么还要看啊。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做人了，你说我不要做人，我要做一只鸟啊，可以飞，好，那必须得你这个人的果报消失了啊。那你发愿去做一只鸟也许可以啊。你说我不要做一个人啊，我还要做一只苍蝇啊，为了苍蝇不用煮饭，可是人家煮好了他先去吃啊，吃完了他就飞走了啊。那么你说好，我要做一只苍蝇自由自在啊，那也可以，但是要必须等你这个人消失了，业力消失了，那你能不能做一只苍蝇还不一定，但是你发愿啊，那有可能啊。像那些外道，外些闹道持牛戒狗戒，他持戒修定，他也会做牛做狗，为什么？他的心，他的心啊，但是不一定有啊，但是就是说他的心有可能让他造这种业，所以他出现了，那必然有他的原因，他消失了也必然有他的原因。那么你要让他持续久一点，那你要让他幸福，要让他持续久一点，痛苦要让他赶快结束，那你必须从他的因里面必须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条件导致于幸福消失的如此快，痛苦持续的如此长，那么你必须去了解。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都不是这样啊，不管你要幸福要远离痛苦，都向佛菩萨祈求，向佛菩萨祈求不是因，不是因啊，他没有，佛没有办法给你，因为如果佛可以给你，那他就破坏缘起了啊，所有的因都找佛要，所有的苦都让佛消除，没有，没有，不是这样。所以缘起最重要告诉你，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你要有的是什么，你想没有的是什么。好，那么这里来讲啊，所以他这里讲阿难不知如真，不见如实啊，我们叫做如此，如其事实，其实他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这样，那你不知道，你用种种的方法，那没有办法消除它啊。就我们讲过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不是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啦，你用沙来炼油，你怎么炼也炼不出油，为什么？沙里面没有油，所以你用一吨的沙炼不出一颗芝麻的油，一吨的沙炼不出一芝麻的油。你说火力太小，加大火力依然没有油，你说沙太细，说沙太粗，把沙再磨细一点也依然没有油，你说沙太少，加大那个量也依然没有油，为什么？因不在那里，因不在那里，所以你用一吨的沙，用一年的火，炼不出一颗芝麻的油，为什么？没有那个因嘛，啊，所以非因即因，外道修苦行，一辈子举右手，一辈子举一只脚，浸在水里面，晒在太阳底下，一辈子受苦，他想要离苦，没办法离苦，为什么？举右手不是苦因。你之所以受苦，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举右手，现在举右手一辈子了，苦消除了，不是这样。你之所以受苦，不是因为你没有受过苦，所以你现在要受苦，不是的。受苦是来自于业，恶业，恶业来自于烦恼，你要以断烦恼为因。你不是说哦，那我受完苦，我受苦，因为我造恶业，所以受苦，受完苦，我的业就消失了，所以我现在一直让自己受苦。不管我过去有什么恶业，它都会消失。不对，这样不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也这样啊，啊，用苦行外道的方法。不管我过去造什么业，我也不知道造什么业，啊，那么我一直念佛、诵经、持咒，那么我这些业就会变清净，啊，我应该一业而受的苦就会消失。没有，跟苦行外道观念一样，啊，你必须找到苦因，所以要见地，见四圣地，苦集灭道。那么缘起就是四谛，横着说跟竖着说而已。你只要见缘起，你就见四谛；你只要见四谛，你就见缘起。啊，这个很重要，要反复的想，好好的想，仔细的想。啊，你想对了，我告诉你，你在这个世间虽然有苦，苦不会加重，苦不会太长，苦不会太多，
而且它一定有结束的一天，真的啊，那么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啊，所以不觉不达，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道理，不通达这个道理，所以从此世至彼世，从彼世至此世，往来不能出过生死，才会一直受苦，长夜轮回，一直受苦。轮回除了说六道轮回，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受苦，一世又一次的受苦，叫做轮回，反复循环，反复的受苦。如果你要断轮回，你必须要断轮回，就是苦果，你必须要断苦因啊。那么苦因就是我们不明白道理，所以缘起十二支，第一个叫做无明，无明就是不知善不知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样的善可以有善业，什么样的恶会造成恶业，你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就好像这里在跟你讲，你如果什么烦恼，你必须要修什么法对治，跟世间的药一样，你不是说哦人参最好，所以不管什么病都吃人参，没有，有时候不但治不了病，还会让你病更重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缘起甚深的道理。好，那我们说过啊，它有一个啊，它有一个关键处，就是十二缘起里面有一个关键处，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无名复爱结系得此四身啊，这个是五蕴身，就是我们这个无蕴身。那这个无蕴身里面啊，具有所谓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这个是五蕴身，这个是啊，有很多种说法了哈。不过这种我们叫做名啊，受想行这个色啊，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好，这个是五蕴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啦啊啊，这个是业，身行、口行、意行。啊，当然也包括，主要是爱啊，爱结系啊，含有爱在里面的业啊，意行。好，那么这个无蕴里面啊，起烦恼的根本基本上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那么六根对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内六路跟外六路，它在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起烦恼，从哪里起烦恼，所以。因在哪里？你从哪里要截断它？关键处在哪里？就好像漏水在哪个地方，你要去把那个破洞补起来就好了。啊，其实是这样啊，你要去找那个漏的地方，从哪里漏有漏，烦恼从哪里升起，水从哪里漏的？啊，那么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感官啊，这个是叫做外六路。这个叫做外六路，啊，那么这个叫做根，这个叫做尘，那么根尘合合生四，就起了别。眼睛看到这个境界，意识开始起了别，分别，这个是谁？男的、女的？这是什么花？香的、臭的？啊，合合生四。就升起了别，根尘合合生四，六根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好，他骂我，他称赞我，啊，骂我，我起嗔恨心，称赞我，啊，我起叹爱心，啊，欢喜心，啊，不一样。根尘合合生四，根尘四合合生处，根尘四合合生处，啊，三个在一起，啊，生处，处是最初的心理反应，啊，我们叫心所，最初的心所，啊，所以有眼界所生处，耳界所生处。鼻界所生处啊，那么这个处啊叫做六路处啊，所以此内有四声，外有名色啊，那么这些啊，那么声二元声六处六处，就是这个身体它有这些感官，就是人来讲啊，其他无色界的色界的不一定是这样啊，像色界的就有鼻根但没有鼻识啊，有舌根但没有舌识啊，就不一定。啊，那无色界的连生根都没有了啊。
那么所以这个是旧人说的。那么根尘是何而生处？处具受想思，处升起的时候啊，就一起升起具生啊，处心所开始有，就处的心理活动开始有，就有这些心理活动受想思。好，那么照这里到这里，凡夫圣者都一样，愚智皆同。佛陀，包括佛陀这个业报身，他这个身叫做业报身。业报身怎么来啊？这个五蕴身叫做业报身，业报所成啊，有时候叫做父母所生身，这个是业报身，业报所成的啊。那么业报身它一定是依善恶业报而有，依善恶业报而有。那么有三界六道，好，那么我们人基本上善多恶少。人啊，我们这个业报身是人，人又分很多种啊。人怎么成为人的啊？从人上辈子做人，再来做人，上辈子升天下来做人，上辈子做鬼上身做人啊，上辈子做畜生来做人，地狱很不太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比较少啊，非常的少啊。从地狱上来做人，地狱一般不可能上来做人。啊，他会经过畜生道、鬼道，然后再来做人，啊，那但是也有很少的例子啊，但是一般是从畜生道，畜生道也不容易，畜生道也不容易，要高等畜生，像龙啦 啊然后是那一种，比如说三精灵鬼怪那一种的啦，啊，蛇精啦 啊什么精什么精灵鬼怪那一种，他虽然是畜生身，但是他有很高的智慧，或是比较好的善业啊。那么这些来做人的，由这一些上身做人的，由人来做人的，或从天上下来做人的啊，它有很多种不一样。但是不管哪一种，都是业报身，都依它的业而形成的果报身。我们叫做果报身嘛，果报身啊。所以不管是聪明的、笨的，都是果报身。那么果报身只要是轮回，它一定是无名覆爱结系，只是无名比较厚，或是比较薄而已啊。那么一定都是无名覆爱结系，不然如果没有无名，没有无名他就不会来做人，没有无名不会来做人，就不会轮回，他叫无生嘛。无名尽，无名如果断了，无名灭则习灭，乃至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他就不会出生。他会出生表示什么？表示他是无名覆爱结系，聪明智慧都一样。好，那么只要所以愚智皆同，凡圣皆同。出国再来，出国不是有七次人天往返吗？他从天上再来，他虽然是正出国，但是他还一样有无名跟业，有人的业，他还没有尽，没有断，所以他再会做人，断了他就不会来做人了。啊，像三果欲界，欲界的烦恼断了，他不会来欲界，他会到色界去。色贪没有断，但是他欲贪断掉了，欲贪跟嗔断掉了，把身见断掉了，但是他根本我执还没有断，具生我执没有断，那么这个色贪无色贪没有断，我慢没有断，所以他还未升到色界去，依然叫做业报身啊，依然还有无明，还有根本无明。所以无明覆爱结系啊，就算你证三果到无色界，升到色界五不还天，他依然是爱结，只是这个爱不是我们这个欲界那么粗的爱，它是色贪，不是欲贪，它是色贪，啊，这个无明不是这个分别我见，是根本我执啊，具生我执，啊，所以这个还是无明。那么，所以不管愚夫还智者，基本上只要有这个果报身，那么都是无明覆爱结系，所以有得此四身。好，那么只要有这个身，它一定有感官。啊，了别持有四身，内有四身，外有名色，持而眼身，六出入处。好，那么他就有眼耳鼻舌身意，根尘何而生事？根尘是何而生处？处具身受想思。好，那么这一些佛也一样啊。那么阿罗汉已经证得阿罗汉也一样，他的身还是业报身啊，所以他叫有余涅槃嘛，还是会依这个身受苦啊。佛陀肚子饿了不吃饭也会苦啊，
但是是深苦，他被一根木头刺到肉里面也是会痛啊，他走路走到也是脚会酸啊，他也要叫阿难跟他按摩，他常常背痛，佛陀常常背痛，要叫阿难跟他按摩，口渴了也是要阿难跟他讨一杯水来喝，他还有深苦，这个是业报，没办法避免啊，没办法避免。好，那问题在哪里呢？啊，那问题在这里，到这里都一样哦，到这里有学佛没学佛，有触就会有受啊，感受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叫做知情意啊，受想思啊，哲学上叫知情意，好，就是心理活动了、啊。那么到这里都一样，佛陀眼睛看到舍利佛也知道舍利佛是阿罗汉，看到提婆达多也知道提婆达多是愚痴，他也有分别啊，他也知道啊，但是他不会因为提婆达多愚痴他就恨他，不会因为舍利佛是阿罗汉啊他就起贪爱心，也不会啊，但是他会分别。好，那到这里都一样哦，不一样在哪里呢？好，我们来主要来讲这个，我们把这个擦掉啊。他说：“渔夫跟凡夫一样啊，在这里讲，我先讲一下，狭慧者就是比较善巧的智慧的，比较立根的啦，啊，比较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啊？就是凡夫跟智者这两个到这里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后来凡夫这一生之后没有苦啊？没有苦，但是那凡夫死了之后依然轮回受苦，但是智者这一生。”受完苦就不再受苦，或是不再受三恶道的苦，正见真上就不堕三恶道。正见真上就不堕三恶道，那么只要见缘起就决定得解，决定会得解脱，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得解脱。那正见真上还没有一定得解脱，但是一定不堕三恶道。那差别其实就是，我这次受完苦，我以后不会再受苦。正见是正见什么？就正见缘起。那么所以差别在哪里呢？先修犯恨，正向净苦，就近苦边。那么怎么样就近苦边呢？无明就无明尽爱截断，就这里无明尽爱截断。所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有众生啊。那一般来讲，烦恼最重要的就是两种，我见跟我爱。我爱还是由我见来的，所以我见是根本啊。那我见基本上啊，就是执这个不离开即运我离运我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啊，先把这个讲完啊，就先修犯恨，他定一个目标啊，正向净苦的目标，因为要离苦，要离一切苦，净苦就是把苦完全灭掉，他要向解脱，这个叫做向解脱，他一定要有向解脱的意向啊，那么向解脱之前一定要包蕴含什么？要向善向上，所以佛法三个趋向。向善向上，然后向解脱，所有的修行都必须符合这三个趋向。如果你的修行不符合这三个趋向，你不是在修行，你的修行是外道式的，不是佛教的。那么所以向善就是你的一切是对，是不会让你造恶业的，离恶向善，就是什么是善呢？就是有利于别人跟你自己的啊，自利利他的。那么善之外要提升啊，你不能只在入门的工作啊，行善啊，布施啊，不是，你要提升，即使善也要提升，戒定慧都要提升，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你得解脱啊，所以向善向上向解脱，那么就才能够就近苦边。你要先正向近苦，正向近苦，你要先立定一个向解脱的目标，那么你才能得解脱，因为你会去找解脱的方法是什么。那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没有人在求得解脱，都只是求往生净土，所以你也不管缘起是什么，也不管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啊，反正你过去怎么造业不管，现在怎么受苦不管，我只要啊拉着一尊佛就好了，那么他就会让我啊尽一切业离一切苦，没有，不是这样，啊，你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你这样就是没有正向尽苦。你没有正向净苦，你不可能就近苦边，你不可能无明尽爱截断，因为你根本就不去研究它，也不去了解它啊。那么这个是
会让我们一直受苦的。好，那么它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啊，第一个是要先修泛恨。泛恨是什么？泛恨就是清净恨，由烦恼到清净。你怎么样让自己变清净？那你就要知道你的烦恼从哪里生起来。烦恼就是从这里，这个就是烦恼，从六根对六尘里面。好，所以他讲什么呢？佛陀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观佛陀有一天啊，打坐起来，跟他的弟子讲啊，说我观察我自己的心啊，就是还没解脱之前呢、啊，他说他告诉弟子，我为什么可以在菩提树下见缘起得解脱？我为什么可以得解脱？关键在哪里？观心，观这个心，观你的心，因为我们刚才讲，心是一切法的主导，一切业的根源。烦恼跟解脱，杂染跟清净，都是指的心；有肉跟无肉，都是指的心。好，那么观自心，他有一次起来跟弟子讲，然后告诉弟子也要这样修，说我是怎么得解脱的，我是怎么成正觉的。你看哦，佛陀怎么说？他说观自心，他有一天起来，就是他在打坐，那个时候还没成佛。那个时候还没成佛，他告诉弟子他怎么成佛的？观自心，多足啊，他意思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他多足过去的五欲功德啊。但是我们简单讲了，就观自心多足五欲功德，他看到了自己的心在追求五欲功德，就是很简单嘛。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什么热受，我们会一直想拥有那个热受，希望能够再次拥有。啊，就是你过去曾经有过怎么样的美好，你就会沉浸在那个美好，希望能够再次拥有，一直拥有，永远拥有。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追逐五欲功德，多逐五欲功德。五欲是什么？色、声、香、味、触。啊，这是美好了，色、声、香、味，哎，这个就是感官的刺激嘛。那妙。啊，微妙五欲，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啊，那追逐这个好，所以泛恨是清净恨。一般讲泛恨，其实就是清净恨，指的是清净啊。那如果从梵天来讲，梵天是什么业能够升至梵天？啊，做到那么好啊，就上帝啊。那么基本上他也是离欲，因为第一个他色界，你看哦，离五欲，泛恨基本上所谓的清净。所谓的清净，离欲、离五欲、离欲清净。佛法常常讲离欲清净，从人来讲是离五欲。第二个慈心广大，离嗔，啊，这个叫做贪，啊，这个叫做贪，啊，这个是欲贪，但是色贪它没有离，它离欲贪。但是从人来讲，它是离欲贪。梵天，如果梵是指梵天的话，梵是指有时候指佛清净的啊。那么离欲，它其实是离欲清净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离嗔，这个是离贪。是五欲，对五欲的贪爱，这个是离嗔，就是他必须有四无量心。泛恨是成就四无量心的，就是慈悲喜舍，基督教叫做博爱啊，它是四无量心，它就慈心无量啊。我们四无量心里面以慈心代表了啊，就是他慈心广大，所以慈心观初禅啊，初禅修啊，慈心广大。第三个就是要得定啊，因为欲界是没有定的，欲界定。不是定，定是四禅八定根本定啊。那么欲界的定，它因为它不能叫做定，所以才叫做欲界定啊。那么基本上定是四禅八定，因为它在色界，所以它离散乱心啊。那么它又有定，得定，得根本定，初禅就是根本定了啊。它这个是初禅，初禅天嘛，啊，初禅天啊，犯众、犯辅、大犯啊。那么我们叫犯恨啊，那么就是它的业。啊，他的业，他基本上是清净业啊，得根本定，啊，就初禅了。啊，如果是二禅，就升二禅天了啊，那又不一样了啊。那么基本上，如果讲他的业啊，他的业，你要修什么业才能升到梵天？就是你要修什么样的业才能升到上帝那里去？啊，那基督教讲的是这个啊。那如果你靠祈祷，所以他们讲博爱嘛。他们讲博爱，博爱其实就是训练你的慈心广大。那么他们透过祈祷，啊，
他也不用很高深，透过专注的祈祷可以得出禅，就好像我们念佛依然可以得到啊，类似像出禅的境界，一心不乱啊一样啊。他们是透过祈祷，专注的祈祷，那个也可以得根本定啊。那么透过博爱慈心广大，那么如果你要上帝啊，比如说你修道院的，他也是啊，离欲里面最主要的啊是男女欲啊，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是人之大患存焉嘛啊。那么基本上是在这两个从修道出家的人来讲啊，基督教、天主教也有出家的哈，那基督教就没有啊。那么一样，他也是要离欲的。所以你真正要到上帝那里去，你必须具足这三种行为啊。那么没有去不了，去不了，并不是说我信上帝就可以去上帝那里，不是的，没有啊。那么一样啊，那么我们不管念什么佛都一样，也是一样啊，有因有果。好，那么佛说，佛跟弟子讲，我过去到底是怎么成就的？观自心，你看哦，观自心。所以常常要静下来想一想，我在追逐什么境界，我因为什么境界而痛苦，这个境界是什么形成的，我为什么会因为它痛苦，这中间的一个缘起是什么，你找到那个把它截断啊。所以多足五欲功德。好，那么他知道了之后，重点知道了之后，好像说，哎呀，这个人讲这句话让我起极大的嗔恨心。好，那你知道你有嗔恨心，接下来是怎么样？对治自己的嗔恨心。但是一般的人不是哦，凡夫不是哦，智慧的人知道，我因为这个人讲我坏话或是给我找麻烦，我升起极大的嗔恨心。有智慧的人他会对治自己的嗔恨心，没有智慧的人就专门来对治那个人，对治那个境界啊。就好像你照镜子，看见你的镜子上面那个脸上这边有一个脏的东西，你是去擦镜子还是去擦脸？当然擦自己的脸啊。当你脸上那个去除的时候，镜子的那个人的那个黑点就不见了啊。假设说啊，你看照镜子，嘿，这个镜子右边这边啊有一个鸟屎，好，那你要把它擦掉。智慧的人都会擦什么？擦这边，当这里擦掉，镜子那个就没有了。可是如果你去擦镜子，擦到擦不掉，把镜子打破看不见了，就没有了。不对，一样啊，世间的人是这样啊。为什么？这个人让我生气，让我起嗔恨心，我想办法骂到他不敢骂我，不敢讲我，甚至把他杀死，他不能再讲我，我就不会起嗔恨心了吗？你的脏依然在你脸上，你的嗔恨心还在，你不过就是依这个境界起这个嗔恨心而已。嗔恨心在谁身上？在你身上。那你已经看见你的嗔恨心了，你已经观自心啊，五欲功德。那足五欲功德不成就起嗔嘛，成了就起贪嘛。其实是这样，你已经看见了，你不对治你的心，你要去对治境界。这个境界对治完了，有没有另外一个境界现起？这个人不敢骂你了，你认为天下人都不敢骂你吗？就算你是皇帝秦始皇，天下的人不敢当着面骂你，难道不会背后骂你吗？就算他当下跟背后都不骂你，难道你就没嗔心吗？还是有。那你的嗔心会导致你什么？导致你起烦恼造恶业，然后会导致什么？导致你受苦。你现在不克制你的烦恼，你未来就没有办法消除你的痛苦。现在不克制你的烦恼，你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调伏烦恼而不造恶业。你没有办法不造恶业，你未来就不可能不受苦。你未来就不可能不受苦，所以你必须以前有的苦，现在要安然受诸。受这个苦之后，最重要的是怎么样避免再受苦，就是避免再起烦恼。所以你看佛陀为什么他在菩提树下坐了几天就可以解脱？他也不是这样，他罗多生累劫已经这样想。我们现在这一生就算没解脱，我们现在努力的这样想，努力的这样做，我告诉你，你一定可以得解脱啊，其实是可以的。所以他讲怎么来观自心，多足五欲功德，难道怎么样？你看哦，他怎么教我们呢？极生方便，你要努力啊，
努力用方法，方分就是你要找各样的方法，那么怎么样防护，不要去追逐，极生方便，用种种的方法精勤致富。你看哦，为什么你看前面都一样，前面都一样，这个受苦受乐受，好，就人家骂你，人家赞叹你，他早上赞叹你，下午骂你，好，那你看你是什么心？好，那你一直在这个境界上不平，一直在境界上，人已经不见了，但是你的心一直在，好，那么你就升起什么？由这个受升起什么？升起这个爱。好，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精勤，你看佛陀怎么教的哦？精勤致富，要非常精进，要非常努力。你看佛陀这么善根深厚的人，他都要极生方便，精勤致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啊，有嗔恨心，有什么人不起？大家都会起烦恼啊，啊，而且甚至比谁的烦恼比较重，啊，我的，你有烦恼，我没烦恼啊，啊，不要惹我，我告诉你哦，啊，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跟我比烦恼，要比烦恼，我也可以比你大，你不要跟人家比谁烦恼重，要比谁更能够克制烦恼。我们说过修行就四种而已嘛，修行就是对治烦恼，第一个要什么？觉察烦恼，啊，这个很重要。从这里讲啊，你看这个佛陀教的哦，这个是佛陀教的哦，啊，所有的修行都是在对治烦恼。第一个一定要觉察烦恼，你不觉察啊，那就是无明愚痴相应。所以你看，观自心多足无益功德，是不是觉察烦恼？就是觉察，哎呀，我起烦恼了，我起贪了，我起嗔了，啊。那么我对这个五欲生贪啊，生嗔啊，就是要觉察烦恼。那觉察烦恼，一定要先习惯观自己的心，觉察自己的心在想些什么，没有境界的时候想些什么，有境界的时候想些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常常这样想。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念佛，因为佛是什么？觉者。佛是觉者，觉悟的人，觉悟什么？觉悟真理的人，首先是觉察烦恼的人。啊，你现在这个心念是金，现在这个心金心叫做念，现在这个心你能够知道就叫做念，你那个念就是念念生命嘛，但是你这个念是觉的，现在这个心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有觉察到，那个叫做念佛觉嘛，觉悟当下的心嘛，不是这样吗？好，那你看哦，觉察烦恼，难道要怎么样？难道要控制烦恼？要控制啊！我知道我很生气，我现在在生气，要怎么样控制生气？想一想，不行，我一定要给他好看，不行。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的痛苦啊！反正就像这样啊，啊，要报复啊，那么处心积虑啊，那你要报复啊，不是要控制，你要控制自己的烦恼，要觉察自己的烦恼。我们有一个坏习惯，觉察别人的烦恼很利，觉察自己的烦恼很钝。看见别人有什么烦恼，哇，你看这个人啊，那个贪心、小气、悭吝啊，怎样怎样，哇，很快。啊，在分析别人的错误，条条是理，在看到自己的烦恼这一部分完全不理。啊，这个比较麻烦，这个是我们的习惯哦，真的啊，我以前也很会分析别人的错在哪里啊，但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知道别人常常起什么烦恼，不知道自己常常起什么烦恼。凡夫跟圣者，或是有修行跟没修行，差别从这里开始分。真的，你要会修行，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从觉察自己的烦恼，而不是老是在觉察别人的烦恼。常常想佛教我们的话，而不是常常在想别人讲我的话，啊，那这个就是差别哦。
常常要想佛教了我们什么，不是常常在想别人讲了我什么，为什么这样讲我，佛教了我们什么，为什么佛这样讲。那常常想自己有什么烦恼，不是想别人有什么烦恼啊，老是要去对治别人的烦恼而不对治自己的烦恼，老是要去改正别人的错误而不改正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你，修行者跟不修行者从这里开始起差别。为什么？因为你对治别人的烦恼，要改正别人的烦恼，你一定每个人都有烦恼，你越对治越不完。为什么？这个对治完了还有那一个，你永远在烦恼，那不给你对治你就更烦恼了。但是你对治自己的烦恼一定会越来越少，一定会越来越少。你看到别人的烦恼很厉，你会越看越多，你会越看越不习惯，你会越看越痛苦，你会越看越烦恼，你就开始觉得天下皆浊我独清，天下皆醉我独醒。错了，你会觉得天下没有一个修行人，你会觉得天下都是愚痴的人。不是，最愚痴的就是你，老是看别人错在哪里。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关键哦。好，我们再来看，你看佛陀怎么讲。我们讲第一个是觉察烦恼，第二个是控制烦恼，第三个就是要调伏烦恼啊，这个我们讲过啊，但是要重复讲。那么第四个才能断除烦恼。先觉察，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要控制，控制就是我要起烦恼，我把它压制，先压。一开始你要化除没办法，先压。一开始火焰还要烧，但是不要烧到旁边去。你要一开始就火焰化红莲，我告诉你没那么力量，没那么啊。那么所以你一定要先控制，不要让烦恼的势力扩大，不要让那个火力，如果是嗔心，不要让那个火力加大，如果是贪欲水，不要让那个水加深啊。其实这样而已，先控制，不要让它扩大，不要让它延续太久，扩大太广，延续太深，不要这样。就是我们常讲嘛，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就是你要控制，不要让烦恼的程度加重，不要让烦恼的程度加重，不要犯烦恼的时间增长。本来烦恼一天，越想越不甘愿，三天睡不着，吃不下，有的一辈子啊，真的啊，一辈子我都不原谅你啊。你一辈子不原谅他，他不知道你一辈子受苦，他一辈子没关系，苦是你啊，啊，所以要让程度加重，不要让控制，不要让程度加重，不要让时间增长，不要让次数增多，你一定要从这里，那么从调伏啊，开始让烦恼的程度减轻，开始可以减啊，这个是不要让它加就好，不要让它一直加，无限制的加，啊，那么。时间不要无限制的延长，啊，次数不要累次，一次一次，啊，那么增加。所以开始调伏烦恼了，那让烦恼的程度减轻，烦恼的时间缩短。啊，本来气一个月的，现在气29天，进步了；本来气一天的，现在气半天，进步了；本来吃不下饭的程度，现在可以吃下饭了，进步了。啊。那么本来要拿想杀人的，现在只想骂人，进步了，就是你要控制，控制之后要调伏，调伏之后才能断除，才能断除，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次数减少，啊，就是频率啊，啊，那么看见这个也烦，看见那个也烦，啊，看见这发生这种事，发生这种事也生气，发生那种事也生气。人家做得好你也念，人家做不好你也念，人家不做也念，人家做你也念，啊，反正就是这样了，啊。那么你要控制自己的烦恼，那么这个很重要，即生方便啊。你要自己从佛法里面找到对治法，像现在就跟你讲啊，你如果有什么烦恼，你要修什么法来对治，即生方便啊，不是吗？啊，他就告诉你嘛，佛法里面有的是对治烦恼的方法。佛可以这么讲，佛法就是专门对治烦恼的方法，所以叫做灭苦之道嘛。啊，你的苦是哪里来？从业来嘛，业从哪里来？从烦恼来嘛。所以佛法最重要在灭烦恼，精难道要怎么样？难道要精勤自护？啊，所以这个其实觉察烦恼，啊，就是先有正见；控制烦恼其实就是戒，啊，就
我只能做到这里，在过去我不行啊，不杀生，我很生气，我顶多我不能够违反这个杀生，那我再怎么贪，我不能够把不予取，不能把那个东西拿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戒啊，控制，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我可以起贪，但是不能贪到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我可以起嗔，但不能嗔到让别人的生命受到伤害，身体受到伤害，这个都是戒啊，戒其实就是这个。那调伏就是心有力量，能够让烦恼的程度减轻，让烦恼的时间缩短，让烦恼的次数减少，这个就是心。追逐境界的时间多少了，他就在什么观心、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啊。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调伏烦恼，这个就是定。断除烦恼呢，就是慧，基本上就是戒定慧，所以叫做勤修戒定慧，熄灭什么贪嗔痴，贪嗔痴就是烦恼嘛。啊，那怎么样？所以他这里在教你贪要怎么修，嗔怎么修，痴怎么修。好，精勤自护，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啊。啊，你要自己修行精勤啊，你要非常努力。精就是专一、专精、专精，所以要专精思维嘛。常常讲要思维嘛，重点你要思维，觉察是一种思维，思维如理思维，要先如理，要想对，想不对不行，要专精思维，要有力量，心没力量，没有办法对治烦恼，而且不能一次，要烁烁思维，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这个就是如理思维，专精如理思维，烁烁的专精如理思维，所以要如理思维，专精思维，烁烁思维，要不断的觉察。那么我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做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就会发现到，你自己就会发现到，我的心比较清净了，烦恼比较少了，痛苦少了，烦恼的程度减轻了，烦恼的次数减少了，烦恼的时间缩短了，你自己会知道。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是向善、向上、向解脱，真的。啊，那个时候你就可有信心了，开始有法喜。啊，好，那再看了，我们本来要把这个讲完。啊，这个佛陀教我们的虽然是几句话，但是很重要。所以精勤自护，你看哦，不复令心爱乐赞叹，这个是贪爱的四个层次，爱乐赞叹懒着兼著，这个是贪爱的四个层次啊，于无欲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觉察了之后，你控制，控制了之后调，要努力哦，啊，你也可以念佛，也可以持咒，啊，也可以拜忏，但是重点这一些不是念佛靠佛加持，念咒靠咒的威德力啊，都不是啊，拜忏靠菩萨不是，都是觉察自心，让心有力量，专注跟清明，心专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然后清明，清楚明白，啊，那么你这样心有力量，那心有力量是来什么？来对治烦恼的，啊，不是啊靠佛菩萨的加持，绝对不是哦，啊，那么一定是佛菩萨教我们的方法，我们跟着做了，自然得到那个力量，这个就是加持，这个就是加持。好，那么这里讲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这个是。观自心多足无益功德，即生方便精勤之物，不务令心爱乐赞叹懒着兼著于无欲。所以他知道这个无欲，对他追逐无益功德就有过患，就有烦恼，他开始觉察烦恼，控制烦恼，对治烦，调伏烦恼，然后怎么样，调伏就是对治烦恼了，那么然后断除烦恼，其实是这样。好，还有一个啊，我们要把这个讲完啊，因为它是连着一起的。杂含，这个是杂含二一一经啊，这个是杂含二一经，还有一个啊，这个讲完要把这个讲完啊，杂含三九经，眼见色，你看，它就从这里，从这里，啊，我们写在这里好了啊，三三九经。他说：“眼见色，这个都是佛陀教的哦。啊，眼见色，
眼见色，然后耳，这个就是六路啊，就这里六路处，六路处啊，这个处就是你跟着无明相应的，就是无明相应处。你不跟无明相应，叫做明相应处。修行跟不修行，就在明跟无明相应而已。你跟烦恼相应，你虽然一样起烦恼，一样起烦恼，但是你会觉察烦恼，会控制烦恼，这个就明相应。这个叫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然后再来对治它。那么你也知道嗔恨了，你嗔恨，你没有调伏，你调伏自己，这个人太可恶了，让我这么生气，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那个叫什么？有嗔，但是你不晓得自己有嗔，只知道别人有错。自己有嗔，但是会追究到是因为他的原因，不是你内心如果没有嗔恨心，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不会起嗔。阿罗汉不会起嗔，不管就算木剑脸被打到烂掉了，他也不对那个打他的人起嗔，不会。好，那么所以他讲眼见色不苦不乐，就教我们修行方法哦。眼见色，耳闻声，啊，像观音耳根圆通也是这样啊。他告诉你，你分析那个声音啊，那么耳闻声啊，那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好，那么一样六根对六尘，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苦跟乐。那么你既不苦也不乐，你不会因之受苦，你也因之受苦就什么起嗔啊，因之享乐就什么起贪啊。所以其实不苦不乐就是不贪不心，不苦不乐是一种境界，不苦不乐的境界来自于心不贪不嗔，心不贪不嗔，不追逐无益功德就不贪，不因为追逐不得而起嗔，其实就是这样嘛，啊，所以就不贪不嗔。那不贪不嗔就是没有愚痴啊，就是你相应明相应了，啊。好，所以舍正心正智，你看哦，眼见色耳闻声，这不苦不乐，就是这个是心的境界，其实就是心不贪不嗔。那不贪不嗔，其要先来自于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那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要先觉察我有贪嗔。啊，其实从这里来的，你看哦，然后怎么样？他说正心正智，啊，正心正智，啊，啊，就是有正见呐，啊，那么有正定啊，所以叫三昧嘛。正心正智，舍心住，这是明处。啊，那这个舍心住就是你不会去追逐境界。我们说过二十亿而。二十亿耳是精进第一哦，也不是第一啦，但是他精进有名的啦啊。那他正阿罗汉留下一个记，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其实一样啊，就是这个记啊，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啊，就是心不动，舍心住，就是我们的心不动啊，我们叫做如如不动啊。那你看我们的心哦，就是常常追逐境界。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给我什么脸色？这个人说什么？说我什么话？这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心不断的追逐境界，佛法都放到一边了啦。虽然你也会背《金刚经》，也会背什么经，但是境界来的时候，什么经都没有了，只有家家难念的那本经而已，其他都没有了，啊，其他什么经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本而已啦，啊，叫做无明相应经啦，真的啦，就天天念这一本经啦，啊，你顶多早课念一遍《金刚经》嘛，晚课念一遍《阿弥陀经》嘛，但是你那个家家难念的经，天天念啦。一天念好几遍啊，那个叫做无明相应经啊，啊，那么心常住坚固，不地观法生灭，所以你看见这个法生法灭，啊，这他看到他的心起烦恼，哦，他有起烦恼一样啊，啊，造业了，开始起恶口骂人了，开始讲妄语啊，你心里面知道就好，那你可以教化他，可以引导他，可以教导跟教戒，佛对佛弟子也是这样啊，教导跟教戒，啊，那么你可以，你就影响。不可以不要受他影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修行就在这里下手啊，没有的话，哦，你天天打坐念佛拜忏，一遇到境界，烦恼比谁都多，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所以地观法生灭，看见法生法灭，心不随着生灭，所以叫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你不随他生灭，即灭现前。你的心就清凉啊，你的心就解脱啊，你不受境界的束缚啊。
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是主要就是从缘起来哦。好，因为时间到啊，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底下他讲的对峙还没讲，每个人下次再来讲啊，讲对答的，就是说先让大家知道佛法里面讲的缘起啊，那么主要是这一部分了、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